益力多啫喱三分钟够大牙。天气开始热啦，都想做啲果冻同埋啫喱。虽然现成有啫喱粉，不过想食啲特别口味嘅，好似益力多咁，就要靠鱼胶或者大菜啦。鱼胶系由动物嘅皮或者骨髓做成嘅，有鱼胶片或者鱼胶粉做出嚟嘅啫喱比较弹牙。如果用鱼胶粉做啫喱，先用少少水开匀，然之后再喺热水里面搅到溶解，咁就可以加入果汁做成啫喱噶啦。如果用鱼胶片，就要浸喺冰水里面浸到软身，千祈唔好用暖水或者热水，因为会溶解噶。跟住将鱼胶片再入热水搅拌到溶成为液体，然之后加入益力多，咁就可以倒入模里面，放入雪柜雪到凝固。另一种常见嘅大菜系由海藻抽取物制成嘅，做出嚟嘅啫喱会比较爽口。只要将大菜丝放入水里面浸软，然之后沥干水，剪成碎粒，喺煲里面加入一樽益力多，用细火煮到微滚，然之后加入已经浸软咗嘅大菜丝，慢慢搞到啲大菜完全溶解晒，然之后倒入碗，再加另一樽益力多，等佢摊冻，然之后注入啫喱模里面。等到凝固之后，放入雪柜雪到定型。想做弹牙嘅定系爽口嘅啫喱，就随自己喜欢啦。